来，小虎镇，认真老师排队。怎么了？你们自己班级的早上的音乐，你们也要学会唱歌哦。2023年11月27日，中国大陆海南省一间学校在晨练时，一位小女孩打了两个喷嚏，看着满长口水的小手，显得很困惑。当其他孩子离开时，她留在自己的位置上。老师见状上前关心，以为女孩是手冷，误让小朋友搓起手掌。站在门外的父母看到这搞笑的画面，哈哈大笑。影片 po 上社群后，有网友留言：“老师可能误以为是干洗手液，哈哈哈，鼻涕加口水当成护手霜呢。”如果老师掉到水里，你要先吃鸡腿还是棒棒糖？鸡腿啊、哦。那如果老师掉到水里，你要先吃鸡腿还是棒棒糖？棒棒糖。如果老师掉水里，你要吃鸡腿还是棒棒糖？棒棒糖。如果老师掉到水里，你要吃鸡腿还是棒棒糖？啊？布丁，布丁。如果老师掉到水里，你要先吃鸡腿还是棒棒糖？鸡腿啊、哦。那如果老师掉到水里，你要先吃鸡腿还是棒棒糖？棒棒糖。如果老师掉水里，你要吃鸡腿还是棒棒糖？棒棒糖。没有一个要救老师。如果老师掉到水里，你要吃鸡腿还是棒棒糖？妹妹想很久，还是选择鸡腿。不定一定是老师起来去买。我的老公。我的老公。不是，是我的。是我的老公。是我的。是我的老公。我的老公。我的老公。是我的。你好，买披萨。Your pizza？ 我的老公。是我的老公。是我的。我的老公。我的老公。是我的。你好。买披萨。Your pizza？ 我的老公。嗯。Hello， 就你最开心。今天这家人家都在哭。Hello， 就你最开心。今天这家人家都在哭。你把它坐歪掉了。你看。是不是你错坏掉了？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在这里好吗？好，没事没事，我在这里。你哦，这么可怜呢、啊，来我抱抱，来你过来。没事没事，我在这里好吗？好，没事没事，我在这里。你哦，这么可怜呢、啊，来我抱抱，来你过来。我的天哪、啊！天妹妹，哎呦，妈咪跟阿公骂了，你不是去？
找你啊，哈。你还不接呢？阿公没听，阿公没听呢。等我上来，我把你打了哟。你干嘛不要接我的电话？一，手机机唔接。你到底在干嘛？你干嘛不要接我的电话？我打几通了，你还不接呢？阿公没听，阿公没听呢。等我上来，我把你打了哟。这个可以买吗？这个不要是不是？可以买吗？这个不要是不是？加油啦！哈哈哈哈哈！谢谢谢谢。哥哥也加油！啊哈！谢谢谢谢。哥哥也，小哥也加油啦！啊，谢谢你谢谢。你没有钱钱送我礼物是不是？妈想去拍拍拍，不要拍，想去吃，快吃哦。